我和他结婚已经七年了，相处时间久了，我发现他特别的懒。他现在看我什么都不顺眼，每天对我挑三拣四的。我只是不会做饭，但是在他眼里就什么都不做。孩子也是我一直在带，他也很少帮我，偶尔带一次就受不了了。而且他太大男子主义了，每次一句不合就和我吵架赌气，还动不动就提离婚。他既不能当好一个好儿媳，也不能当好一个好妻子，还不能当好一个好母亲。你说这样的生活我怎么能和他过下去？我觉得归根到底就是他变了。我希望他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不要再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我身上了。到底是你变了还是我们的感情变了？掌声请出这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杨先生30岁，来自安徽，机电工程师，有请杨先生。王女士31岁，来自河南，电商，有请王女士。有请。欢迎两位啊。你这小片里面说那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叫不是好儿媳，是吧？对，不是好妻子，不是好妈妈。怎么还不是好儿媳放第一位呢？为啥呀？因为我感觉他不孝顺嘛。哦，不孝顺。对。哦，所以你要离婚是这意思吗？是的。是的。你看吧，毕竟我们家也不远，1小时路程吧，每次回家都是我一个人，你说爸妈他们怎么不会心寒呢？其实我对他爸妈一开始也是挺好的，也是很关心体谅的。但家里养了几只只鸡，我怀孕的时候我不提，他爸妈都不知道，主动给我杀一只给我吃，给我补身体。那时候我想吃鸡我都不敢去买，我怕买了就是说让他爸妈难堪嘛，然后我都只能买鱼吃。但是最后我不愿意回去，就是因为刚开始我们收入也比较少，我想找一份工作让他们到合肥，就是帮我们带小孩，然后他们就是不愿意来带。哦。然后一直等到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就是说才找了一份工作，小孩放假了休息啊都是我带到公司，边上班边带小孩的，都不管不问呢。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事后来才不怎么回家的。哦，听明白了，就是历史的积怨是因为怀孕期间你的公公婆婆不体贴你，再往后是因为需要公婆帮忙带孩子没帮忙带孩子，所以你心里是堵的哈，是有气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最近爆发出来就是前几天我妹不是来我家了吗？你妹去你家了？对，我妹。我家离我很远是吧，就是几年来一次，然后她说她要回去带菜，然后我想着哦，这一次总会带一只鸡过来吧，然后结果呢？你们这就是一只鸡就在那儿干，就干上了。主要是他说回家带菜，那你如果说是一般的菜，你回家带什么菜呀，是吧？我肯定想着会带一点。等于他回家去拿菜去了。带一点，就是说在市里面不好买到的菜是吧？就是说带点土鸡啊、土鸡蛋这样的。然后结果他回来两手空空的，我说你怎么没有带？他就说那是别人的，你就不要想，就是感觉我要啃老一样。这个就不太应该吧？其实不是说别人，从一开始到现在你叫过他们爸妈吗？你叫爸妈是因为有一次我们两个吵架，他们看到了都不拉。所以你不叫公婆叫爸妈是吧？我一开始叫，我后来就不叫了。哦，看来矛盾还挺行，听明白了，一只老母鸡引发的血案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小孩都7岁了，爷爷奶奶都没有给小孩买过一件衣服，那么稍微给孩子哪怕买个9.99的衣服他有那个心意了。就是先生心里有气，妻子心里也有气，是这意思吧？你觉得这个自己的公婆对自己不好，先生是觉得自己的妻子没有做好跟父母的这个工作，所以才导致成这样的，是吧？那你怎么不在中间润滑润滑？本身他这个人就没做好嘛，对不对？你的人呢？问你是怎么做的呀？我是怎么做？你回家吃老母鸡吗？说实话，他回家他妈会给他下鸡，但是我回家的时候都没有。好，第一回合咱们就过吧。你也承认不是好儿媳，但是是有原因的，是还是不是？是的。因为公婆对我不好，所以我也对他们不好，逻辑是对的哈。好，行，不是好妻子啊，不是好妻子，就是说他实在是太懒了，什么事都不做，说他手不能碰那个油腻的东西，你就不做算了，我做。
然后呢，洗衣服也是一堆，全部放洗衣机里边。然后洗完了以后也不知道晾，然后等到我打开的时候，那都臭了。我上班我在忙呀，你上班我不上班吗？那有的时候我会忘你啊，也不是说经常那个样子。你忘了一次两次那也就算了，好多次都是这样的。家务的话，你不就做个饭吗？然后那拖地什么，你不也是我做的吗？你拖，你就偶尔拖一次，而且看得到的地方好，你拖一拖。看不到的地方该怎么脏还是怎么脏，那还是我做的多呀。你只会挑毛病，做个饭你也心不甘情不愿的，天天指着邻居说你看人家还是带得好，家务做得好，天天就是想让我跟别人比。问题人家没有上班呀，我还在上班呀。你不上班，同样这些事情你也做不好。你看你娇气的，洗个衣服说啊，我手会起泡，然后会皱，做个饭啊，那油腻腻的，是不是？反正行，还说不是好妈妈啊，说说吧。就月初吧，孩子领成绩单，全班的同学40多个人吧，40几个人，我具体我也不清楚。那你这个爹当的，对吧？行，接着说。然后大部分都有奖状，就我们家小孩没有。我回来我肯定恼火，因为辅导孩子这个工作，基本上他就是在搞，在管。孩子多大呀？7岁了，上1年级了。因为一直都是我在辅导，然后他也没管过。结果他领成绩单，发现成绩不怎么好，第一件事就是责怪我，都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。因为考试前几年我在考驾照，我让他辅导几天，他都能睡着，他自己做的都不怎么样，他还在责怪我。当天我们就又吵了一架。我责怪你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你每次辅导的时候你都在玩手机，对不对？那你在干嘛呢？我在做家务事啊，还家里一大堆事情都要我干呀。我看手机是因为我也上班，我也很忙，偶尔就是说可能坐下来闲下来了，边看着小孩写作业，然后偶尔看一下手机，被你看到了，辅导个小孩，就这两件事，哪家不上班？我也上班，我回来我做了多少件事？我说要辞职，你为什么不让辞呢？我说我辞职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，你就是骂我不去找工作，又不敢让我辞职。事实啊，对啊，我承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您没有什么技能。他现在到底是做什么的？资料上说的是电商。对，电商就是开网店的。对，基本上他在家里只要有台电脑就可以工作，就这个意思。听明白了。所以他时间很充裕的，你知道吧？因此你想跟他离婚是吧？对父母不孝顺，对家庭照顾不够，对孩子又不上心，是吧？你的意见呢？他想离我就跟他离啊，问题是他离婚他也就嘴上说说，我要离他又不离了。但是我现在忍受不了他了。然后你忍受不了他了？对啊，他老是这个反转，他老是嫌我乱花钱。我自己挣的工资，我自己就是说家里的吃穿住行都是我负责的，他还嫌我乱花钱，天天问我你的钱都存到哪去了。不是，你们俩的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怎么管呢？他的工资他就还房贷，然后我的工资就是家里的吃穿住行啊，水费电费物业费。知道了，这财务上也。然后他还嫌我没存下钱。你存钱了吗？我存了呀。你知道他存了多少钱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控制他，但是他却控制我。行。他衣服一年到头都是我给他买的，他自己都不买，都等着我买，到最后还问我的钱去哪里去了。啊，这是在经济上他有点抠门。是的。还有什么原因让你想跟他离婚呢？还有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又吵了一个架吗？啊，就是天热了，我说可以开空调了，他就说你见谁家开空调了？然后我说你看一下，就是别人家那个空调外机都在响，他就这样讲了，说反正我就不开，我又理都那样。不开空调这也闹离婚呢？这为啥呢？我也想不明白。就是三观很多都不一样嘛，他现在一点都不上进，我感觉。那你以前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怎么上进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他之前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嘛，那时候他都去买收割机，然后去跟人家收麦子，那个活很累很脏的嘛，但是能比打工挣的钱多一点他就去做。我就感觉他人就是值得托付嘛。现在呢，就是他动不动就是我就这样，让人根本都看不到希望。哦，你觉得生活没希望了是吧？等于现在是你要离婚，他不同意，是这意思吗？不是你要离婚的啊，现在你不想离了是不是？我其实也是嘴上说说而已，因为我也想让他变好，为家里多做点事情。你们俩现在经常吵架吗？经常吵。那你当我是超人呀？你只是带个小孩，然后上个班，你还做了什么？你跟我讲。那你呢？你平时又老是爱抱怨我，你创业不成功你也抱怨我，然后你买房买贵你也抱怨我，什么你都抱怨我。哦，他创业过哈。嗯。失败了，为什么抱怨你呢？一开始我是学那个机电的，然后我自己买了机床，帮人家加工，没日没夜的，天天在工作，有的时候睡觉连2-3个小时都没有，
然后呢，他就跟没看到一样，一点也不知道心疼。然后呢，我忙完工作还要忙家里，他哪怕今天饿着，他也不会去做。点外卖，我觉得我不成功肯定是赖他了呀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就是家里没给你稳定的后方，是吧？对，买房买贵了，为什么抱怨他呢？当时我们吵架了嘛，闹别扭了嘛，然后房价涨了嘛，刚开始房价便宜啊，然后我们没买。你说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是要多累一辈子，对不对？吵架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啊，你也跟我吵呀，你为什么怪我呀？好好，你要不跟我吵，不也就好了吗？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是的呀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但你认识错了吗？每次吵架或者闹别扭，都是我退缩。你们俩多大岁数呀？我30，我31，比他大一岁，应该算是85后的是吧？嗯，是的。我怎么听着像俩退休的老头老太在这儿吵架呀？他的观念就是跟他爸妈那个思想一样，出身环境不一样嘛，对吧？我本来说，所以说他放假的时候不一样。你先不要说，我本来说放假的时候带小孩出去转转看看是吧？他就说我学别人去旅游，然后我要做个面膜，他都说我臭美。天热了嘛，我不想喝热水，然后就买一箱矿泉水喝，他就说我懒。我擦个桌子，我用张纸擦，他就要用抹布擦，反正就是跟我观念不一样。啊，那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怎么谈在一起的呢？当时我感觉他会过日子，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么节俭。你们俩男孩女孩啊？男孩。离婚之后打算跟谁啊？跟我，但是他还想跟我争。是跟他还跟你啊？我听法院的，我觉得我要是我带，绝对比你带的好。那你就带呗。我可以。你觉得，哦，一个男人不应该到外面闯一闯吗？是不是？你整天把我困在家里，反正你就是从来没有爱过我，所以你才这样。我不爱你，逢年过节的时候会给你送花，会给你送礼物吗？对不对？吵架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向你认错？你是向我认错了，但是还没有好两天又惹我生气了。我问，确实不想跟他过了是吗？我感觉真的是没办法过了。这个又懒又不能做事儿，对，又拴住了一个男人伟大的脚步，对，那是不要跟他离婚啊？我是想跟他离婚，因为不想跟他离婚的原因是：第一，我舍不得孩子；第二，我感觉我愧疚了他。你愧疚他什么呀？因为当初认识的时候，我本身也不是说太认真，然后他们家人都反对，因为他的执着，因为他的任性，最终他还是愿意跟我在一起。所以说他大老远嫁过来，不，你我也不忍心。对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本身不是太认真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本身我就发现我们俩是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那为啥还要结婚呢？结婚不是因为他的执着吗？对吧？我就是喜欢他多一点嘛。说白了，是不是姑娘？如果你不主动嫁给他的话，你们俩其实也不能结合在一起，是这意思吗？是的，等于他让我走了一步，我就向他走了99步。哦，所以你会觉得对不起他是吧？这段感情还挺拧巴的，你把它完全拼凑在一起，大概是这么一个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姑娘，但是没那么爱，结果没想到这个姑娘就全心全意地爱上了小伙，抛开了一切要嫁给这个小伙，骑虎难下，小伙就娶了这姑娘。娶了之后就发现两个人原来有那么多的不合适。今天是谁要来的？是我要来的。来的目的是？就是他老是说我对父母不好，对他也不好，然后说我的家务也不做，对儿子也照顾的也不好，然后一直都是认为我的错，然后我也想到底是谁错，就是说让大家来评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俩想离婚啊？那离去呗。都聊到现在了，每个人站那儿都说我没错。不是说我每个人都有错，不是说我没错，知道吧？我为什么不离婚？刚才我也说了，我第一个，我问你了吗？我不想让孩子没有。我问你了吗？我说你错了，你就要听我说你哪里错了。如果你真的错了，你就回去改；如果你没错，你就听一听。你知道你们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就是男生一直在以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做你们的情感判断。我问你啊，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好老公吗？你是一个好老公，你太太怀孕的时候想吃鸡，你给她炖了吗？炖了，只不过少一点而已。
炖的是你爸妈养的鸡吗？还是你自己去买的？我爸妈养的也有。你爸妈养的也有。你是一个好儿子吗？你有解决好你父母？我认为我是个好儿子。你有解决好你父母和你妻子的关系吗？没有，就是因为我妻子不理解我父母对她的好。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其实不想说老一辈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老一辈是勤俭持家，他们有他们的态度。但是就从你回家你爸妈给你炖鸡，他回家甚至怀孕的时候不给他炖鸡来看，你父母做事情是有偏颇的。当然疼自己的儿子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但是也同样要疼自己的儿媳妇，嫁到家里就是一家人。而你在这个问题当中最错的就是你并没有协调好双方的关系。所以你是一个好先生吗？你是一个好儿子吗？你是一个好父亲吗？你是一个好父亲，你不知道你孩子班里一共多少个人？你说倒数倒数第几名啊？你是一个好父亲，你有像别人家的父亲一样去陪伴孩子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人家孩子有奖状吗？因为爸爸妈妈和睦相处，因为可能父亲给予了更多的陪伴。你刚刚口口声声说他不就是上个班带个孩子吗？他还干了什么？那我想请问，你不就是上个班做做饭吗？你还干了什么？所以不要老是说你太太的问题。诚然他有你刚才说的很多问题，但是你同样不好。而且你知道你最不好的地方在哪吗？抱怨，就是什么事儿都怨他啊！自己创业失败了，也是因为当时跟你吵架，房子的事情没买，所以房价涨了；也是因为跟你吵架，所以我们没买房。这中间没你的问题，没你什么事儿是吧？都怪他，你怨天怨地怨媳妇儿，唯独觉得你自个儿没错。说女生啊，公婆呢，给你炖鸡或不给你炖鸡都是人情，但是我们管人家叫爸妈。是本分。你有给老人买过礼物吗？有买过。多少次？反正就是过年的时候或者有。是每年吗？还是只有一两年？不是每年。对呀。那凭什么人家要给你炖鸡，然后你连爸妈都不管人家叫，人家凭什么还要把鸡给你拿回来吃？你对老人没有基本的尊重。男生说了心里话，你其实并不爱这个女人。我爱。We'll be right back.
不要打着旗号说为了孩子好。我真的认为，如果一对日日争吵、彼此没有爱的夫妻，给孩子造成的伤害，远比父母分开、各自爱孩子更要大。你们其实是真真算计过我这婚没法离，但是这日子过得难受啊。先生，其实既然我选择了我爱他，既然我选择了我要娶他，既然我出于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走入了婚姻，这是我的选择，那我是不是能够好好经营一下？我是不是抬眼看一下这个女人，看看她身上有没有可爱之处，或者说我们共同去培养一段真正的爱呢？你没有，你就在跟自己较劲，你横看人家不顺眼，竖看人家不顺眼，这不是你自己娶进门的媳妇儿啊，别人逼你的吗？既然选择了婚姻，而且所有的婚姻，无论最初是爱的天崩地裂，还是我们平平淡淡走入婚姻，都要面临的是经营。你把婚姻经营成了什么样子啊？你把自己搞成个怨妇，天天埋怨这个埋怨那个，有意义吗？这个女人身上难道没有可爱的地方吗？我不信，她跟了你这么久，也曾经那么执着地爱你。但是翻过来，我想跟女士说啊，你爱她吗？我觉得你真的只爱自己。哎，如果你爱一个男人，怎么会不爱他的爸妈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他们爱儿子就会爱对自己儿子好的那个女人。你爱他的话，你就应该努力地去让他的父母接纳你。你爱他的话，就应该去更加发挥一个女人的特长，我去勤俭持家，我去洗衣做饭，这有那么难吗？难道你就要天天跟他吵得天崩地裂吗？所以你要想想，是你嘴上说的那么爱他吗？还是其实你只爱自己？我觉得这其实都不是重点，成年人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，但你们的孩子才真是可怜。想想孩子吧，一个孩子在这样彼此拧巴争吵、这样不愉快的家庭环境下长大，他能是一个快乐的孩子，能是一个快乐的人？我们的感情是不好的，是，但如果对未来的生活还有期待，请你们调整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杨老师，谢谢。来，涂老师，我听下来就是妻子要吃鸡，丈夫说想吃鸡，就你也配？挣那么几千块钱，家务也不做，孩子也教不好，连我爸妈你都不叫，你还想吃鸡？那妻子反问说：“我为什么不能吃鸡？想当初你走了一步，我走了99步。”我给你们家生了一大孙子，我一边带孩子，我一边挣钱，我怎么没有资格吃鸡呢？你们考虑过鸡的感受吗？说一句大实话吧，如果在家庭生活当中偶尔有所抱怨，说你看我在外面多累，你在家里这么清闲，我爱你那么多，你回馈的给我这么少，在家里面有这种抱怨是正常的。但但凡是到这样的一个舞台，计较我付出多少，你付出多少，我亏了多少，你又占了多少便宜，这样的夫妻都没有多相爱。你们自己心里很清楚，其实不让你吃鸡的不是他父母，是他。是的，鸡都让他吃了。我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吗？他刚才说了句话让人是震惊的，孩子你要不要啊？我看法院的判决，这显然是一个不足以承担父亲责任的男人。我相信他在跟你谈恋爱的初期，他跟他父母所传达的那种感觉也是，你看，都是这个女的追着我，我没那么喜欢她。那如果他跟他父母传达出来的是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，你觉得他父母会有多喜欢你呀？因为他知道你在自己的儿子心目当中的位置就那么低，他还给你吃鸡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男生不妨说出自己真心的想法，也许在结婚之后有了一些爱，但是还真的是不够爱。而你呢，女人的身价不是靠自己要来的，吃一只鸡就说明她父母很在乎你啦。
当然了，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也许你认为自己是一种冲动，但在结了婚之后，你会发现，我凭空走出的那99步，我所有的牺牲，其实并换不来你对我的愧疚，所以你也没有多爱他。我是真觉得你们两个应该分开一段时间，把这个关系捋清楚，把自己的角色捋清楚，想想我要什么样的婚姻，我到底爱不爱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，谢谢。想过呢，又过不到一起。在一起其实看着彼此都挺烦的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离婚呢又害怕，怕什么呢？怕一个人带不好孩子，怕孩子成为一个负担，怕自己挣的钱不够，怕自己不能承担一份责任，当然也害怕别人说你们是不负责任的人。所以才会有说离婚和结婚哪个更需要勇气，才会说出来离婚嘛。而且两个人答案是一致的，就是你们在那么多的观点上是冲突的，但是在离婚这个问题上是那么的一致，说明两位对离婚已经考虑过了。是的，因为我说过离婚，我肯定会考虑这一点。对，所以呢，坦诚一些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